穿过去变挡机，直接啊，中秋节直接拍成中元节。今天到这边，大家看这样就知道，我们今天来到家乐福。为什么来到家乐福？是这样的，我觉得创作者最重要的就是被看到。你懂为什么？当那一天，我们辛辛苦苦从学会钻木取火，完全没用到之外，在学会怎么样削木头做火种，那个也没用到，最后我们还是把那个火升起来了。然后我们做了一桌的好料，这个画面这一集被看到了。家乐福希望我可以在重现料理之外，还要突破。来到这个地方，它有太多选择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好好利用，做出一些比较精致的料理。你们觉得如何？好不好？好好。所以大概十二道菜。不要乱讲啊！不要乱讲。我们要做啊。我自己拿，哦，还有任务哦，不是我随便来哦，现在都要规定我，是不是？没关系啊，来来看怎么规定，我只能用这五样，没有，是一定要用这五样，哦，一定要用这五样哦，其他的再买随便。哦，好，第一样，香醇顺口，高雅动人啊，这应该就是小 Freddy 了。来第二个，来自法国，你会为之倾倒。再来，2014年终极，这也太好猜了吧。这就是酒啦，你下面还有 label， 这个很简单啦。怕我找不到，我虽然对酒不是这么熟悉，但是我在你们说也是法餐厨师，好不好？可不可以放尊重一点 ？I'm so sorry。好不好？来第二道，哦，每天都要用白白花花，这不是跟第一道一样吗？你的好朋友，我跟他每天在 talk talk 呢，你争气一点。需要你的时候你不给我争气。不需要你的时候，你一直在那边。第四个，通过 FCS 森林认证。哦，出出哎，都一样哎，出出常常。哎，怎么做都好吃。对，我都是做着给人家吃。再来第三，有机的，顶级的，低温与低湿温控制下产生的好味道 ，the good way。好，第四项，省钱好食材。哦，拿来夹东西。哆啦 A 梦的道具，连面粉也100%，五天啊，这个这样我知道，这样我知道，看到最后就知道。第五样，成品有片状、有条状、有块状、有碎末，台湾的代表食物主要食材。然后包装有能追踪产地、区域链的 QR code， 这应该是 GoPro 啊。GoPro， 我现在就是熬，我现在就是要买。哦，买了你们就是要付钱啊！我尽量好不好？走走走，计时开始。好，走。不给你。这样不是啊，因为你这个应该也不可能有照区域拿，所以我这要一个一个想呢，然后还要看他是不是这边这一区有没有哎。森林验证，拜拜，滑滑。这个有可能是这个吗？哦，森林验证啊，就这个啊，这个一定要入菜的、啊，分子料理啊，我直接还原给你们看啊，啊你们要吃哦，乐福抽取式卫生纸 ，FSC 森林版，通过 FSC 森林验证，在砍伐树木后会植回指定数量的树木，每年至少保护315万棵。天然森林树木使用100%的原生纸浆，不添加荧光剂及染料，且可溶于马桶。哇，这很重要。我跟你讲，能溶于马桶真的很重要。你可以减少垃圾，可以省钱，非常好，好不好？来，当第一样。哦，酒到了，来哦，太好找了吧？这我等一下都全部看上面就好了、啊。L A B A D I E， 丢直接在哪里？看一下这边，这要怎么找？来一次，你好意思？
我找到了啦，走在那边捞呢。这里啦，合发颂波尔多梅多克拉巴蒂终极红酒，哦，法国知名产地波尔多出产的，2014年终极酒庄冠军，零农药残留，且是连蜜蜂都喜爱的无害葡萄园。酒韵中带有烤面包、甜香味、无花果和非常成熟的酱果香气。所以我们就找到第二样了啊！来，我知道了，我学乖了。你先看上面有没有？有，看到那边。就这个，好，应该就是这个了啦，对不对？来，透明锥做区块链，家乐福严选猪肉系列，第一支家乐福严选生鲜商品。包装上面透明追溯区块链 QR code， 产地看得见，使用不添加任何生长激素的原料，这就是控牌饲料，不因药物存在场内导致交叉污染，确保体内无药物残留，让猪只吃得健康，饲养过程完全友善环境，甚至还让猪只有玩具可以玩。我们今天就挑腰内肉，我喜欢那种肥油比较多的，这个油脂只要滴到那个碳下，它会产生烟，你这时候把所有的食材放上去，它就会再产生一个烟熏的效果，让你的烤肉多一个风味。然后像这个猪颈啊，其实这个就是人家所谓的松板，这个你只要用一点点的盐巴、胡椒去烤，它脆脆的，很有嚼劲，然后有点 Q 弹。你看它外面有很丰富的油脂，所以你这烤出来，它外面就会脆，就会有香气。去寻找第三样跟第四样，来。我跟你说，我学乖了啦。可是，你要找天空了吗？这第三样，这个，它这个有点像，可是它的形容不太一样啊。哦，我知道啦，菇味是菇的意思啊。对啊。我想说，菇的味道是什么？菇的味道是什么？味。原来是菇味哦。好，跟大家讲一下要怎么挑哦。你要挑这边是饱满，有些会比较干扁。记得挑这种饱满的，它的水分含量会比较高。家乐福有机特级杏鲍菇，特别挑选市面产量仅有30%的 A 级杏鲍菇，七分熟鲜采，新鲜产地直送，菇比值大小平均。其实，在运送过程它还会熟成啊。那熟成的过程，它就会有一些，比如说发酵啊，或者是慢慢的让它的，不管是味道或者是水分，能去转换。其实这是正确的哈，我们剩最后一个，就是直冲面包了啦。哦，找到啦，在那边啊，就是吐司了吧？乔巴盖小姐，好来，家乐福自制无添加烘焙白吐司，100% AA 无添加，连面粉也100%无添加，成分简单，仅有安佳牛奶、水、面粉及酵母，中种法低温发酵18小时，保证简单美味。这样应该就是这几样了吧？没错。好，那有找到主要食材，我开始要想一下配菜了吧？没错。好吧，那时间可以重算吗？才15分钟，我还有15分钟，绰绰有余啦。恭喜你，还可以啦。来，这样我应该可以在时间内完成。刚刚制作人给我一个不错的 idea， 他说一个辣炒，一个焗烤。没有啦，你不是刚刚说吗？哦，你说上面的哦。好了，抓两只啦，就这样子。活的呢，好嗨哦，都是为了你们好。大家先都不要生气，因为我想要公布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不知道我会出几道菜。那基本上就是，龙虾是一定有的啦。牛排做一下配红酒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搭配一下我们的法国的红酒。要感谢就是一些不吃牛的观众，腰内肉来做一个肉猪肉排哦，所以它是两个是一样的东西，只把牛肉换成猪肉。那我最个人非常喜欢五花肉，所
所以呢，五花肉我们会串成串，然后用椒盐的方式直接去烤，配杏鲍菇，完美。我们还有买到猪脚肉，我会把它用成跟吐司，因为我们的吐司也是特选，跟猪脚肉做成一个猪汉堡卷。我直接用梅子的果酱来做一个梅子红酒酱，然后来搭配我们的牛排跟猪排。因为粉丝要求要吃厚切培根，我还是要烤一下厚切培根吧。好，应该还会有多，因为我怎么样算哦，都好像还有没用到的东西，所以哦，边做边看，我自己也不知道做几道菜。那我们就开始处理吧，因为等一下要好串好，对不对？然后又要让它烤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就会先来，我们先改刀一下，不要切断哦。你等一下就是快速的去烤它。然后让盐呢、啊、直接可以去吸收，所以我们可以除了可以吃到它的油脂香、肉的甜味之外，明明白白的吃到我们调好的椒盐。其实有时候真的煮饭就是这样子，这些步骤啊就是细节，细节就会决定你吃起来的感觉会不一样。好，来，肥油，哦，肉，直接穿过去变挡机，中秋节直接拍成中元节。直接的，这样就好了。有看到，一肥一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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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烤起来，哇，完美的好吃啊！我跟你说真的。接下来呢，其实已经差不多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拍这么久，你拍这么久，从来没有出声过，你他妈这一次给我出声，差不多了。哦，来，我们切点洋葱丁，然后放在这个肉排里面。放进去之后，我们来甩它，然后做成肉球。点点的盐巴，点点的黑胡椒粒，点点的白胡椒，加一点点孜然粉，好不好？捏一捏，混合一下，然后再摔打它。嗯、如果你这没有去这样摔打它，它会没有粘性啊。啊，你等一下烤它就会散掉，就变肉末，它不会变肉球。来，我现在来做酱。首先，我们加一点点油脂进来，然后把洋葱跟这个红葱头下去炒香，小火炒，把它炒到它那个透明、甜味产生之后，我们再来加红酒。这样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把红酒倒进来，我们让它收干。哦，而且你看，你带了这个瓶红酒去之后，你可以又可以做酱、入菜之外，还可以喝。完美，好，你们看到我们刚刚是不是差不多这么厚？现在差不多已经剩下一点点之后，这时候你其实闻的那个红酒的香气是转变的，有没有？它从一开始你会闻得到它那个单宁的酸味，到现在你很明显闻到的就是它那个果香味。这时候我们就加一点点面粉进来，好，一点点就好了，变成做一个糊。有些他们是加太白粉嘛，但是我们西式的话是想要喜欢炒面糊。因为炒面糊呢，它会比较持久一点点。好，刚好了，我们就可以加高汤进来。哦，那我们加一点点的果酱进来。来，我们加一点点匈牙利胡椒粉啊，增加一点点它那个 smoky 的味道，一点点就好。然后呢，再加一点点的醋膏，基本上这个酱汁就差不多了。熬煮一下，大概30分钟就好了。然后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生火，然后来煮其他的料理。我们先烤培根哦，因为我们让油脂出来一点点，是不是很赞？然后烤培根的同时呢，我们用嫩筋器来断筋哈，上一点油哦，哦，舒服。盐巴，盐巴，黑胡椒，黑胡椒。好，这样子哦。我们等一下呢，要让它先表面啊受热哦。我的看这，好，来这边摇下咯。我为了要让它快速的碳化哈，我会让它刷一点点油进来。有没有？你们看它会冒烟，这个烟其实就是它风味的来源。然后表面是热的，然后有点点焦焦的。哦，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外面还要再包那个培根嘛，所以它其实它真正的风味是在里面的，所以这个步骤很重要哦。我现在来包培根喽，
你封口面朝下，你再让它定温，然后 它熟了之后，它下面不是粘的地方吗？它就会粘起来。肉串部分我没让它下，然后啊，很需要呢。好，赞呐！哦，很舒服哎。肉串完之后就差不多了。大概在两个小时前，好像也听过这句话。这就是你在跟人家爬山，你就跟他说：“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”有没有拍到我在火中摸肉？没有，没有。来喽！来排盘三明治啊！然后呢，我们来配个肉串，就怎么样？杏鲍菇，好，这是第一个啊、哦，第二道啊、哦。今天，哦，先擦擦汗，真的太累了啦。从太阳，哦，做到没有太阳，从没有路灯。做到有路灯，从有小鸟做到没小鸟。今天非常开心啊，我觉得呢，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体验。我必须说实话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喜欢，大家喜欢看，我们就做得很开心。来，先吃那个前菜的部分。我跟你讲，前菜的部分就是一定要先吃这个，它面包那个绵密的感觉，哇，那个奶香味，然后里面那种绞肉，我们又用的是夹心的，所以它有一种特殊的口感。它除了 Q 软丰富之外，它里面还有很多的水分。你吃这种串、啊、一次吃两块，它的肥油啊，配合那个肉的香气，还有肉汁，而且这个肉啊，你不用怕它，对不对 ？QR code 扫就知道它住哪里。美丽的环境下吃这么丰盛的菜，这绝对是开心的啊！哇、哦，这肉好嫩哦！你闭着眼睛，你说这是猪肉，我不信。这道菜真的非常好吃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是法餐里面的料理。讲到我们法餐，我们当然会有我们法国的朋友，好，法国波尔多来的红酒，哎，这个肉真的很不错哎，我没有骗你们哎。然后我呢，有预见到今天他们有可能会骂我，有可能会屌我，所以我直接买果酱。所以大家冷静，我替大家想，我就只有烤个吐司加果酱而已，因为只有一点点的碳香味在外围，完完全全不会跟你前面的食物。有任何的冲突。好啦，不能再废话下去，要不然等下被打了。其实今天就在告诉大家，我们今天全部用的东西都是家乐福热门口碑商品。它的好处，它的优点，其实在我们烹调的时候，跟我们试吃的时候，还有我们在买的时候，已经完完全全的告诉大家了。那真正的优点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方便快速。如果你今天想要一个轻松愉快又方便的露营餐点，其实就可以去家乐福购买。他严选的商品，好不好？就这样，要不然再废话下去应该会被揍。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希望大马以后呢，我这个人激不起。啊，我最讨厌人家说要突破。喝多了，喝多了，我直接讲，真的有点喝多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拜。你可不要擦两遍，要擦两个。那我还做这样。啊！前面还三杯，我求求你不要害我了。